脑电音，它是应用了实时生物反馈技术的声音演奏，采集脑电波和心率，再去生成声音和图像。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下，人的脑电波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。比如说，当闭上眼睛放松下来的时候，阿尔法波会增强，贝塔波会减弱。所以演奏的关键就是能控制好自己的脑电波，自如切换意识状态。如果你有一颗训练有素的大脑，你也可以做到。